有人吗？有没有人来给我带带路？有人在吗？我到了。这医院里根本就没有人，为什么爸爸要让我到这儿来？我好累，又饿，还很疼。哎，我真的不行了，走不动了。这里藏着物资，有药，见他娘的鬼！除了一地垃圾外，这破医院什么都没有。但是格伦说过，就是这儿，他在梦里看到的。格伦有哪次说对过？我们真是脑子进水了才信的。他人去哪儿了？奇了怪了，刚才还在旁边。
奇怪，这里星辰的浓度高得惊人，但却几乎没有发生能量反应的痕迹，实在是太稳定了。马歇尔博士提醒过我们，在巨蟹影响域边缘，能量反应的活跃度可能降至极低的程度，已按计划到达指定地点，稳定锚已放置。等等，马歇尔博士是哪位？你说他哪位？马歇尔博士，我们研究所所长啊。你没事吧，桑德拉？你越说我越糊涂，我根本对不上这些人。坏了坏了，我们还是赶紧撤离这个地方。小呀小蜘蛛，爬呀爬水管，哗啦啦被雨冲散，太阳上了山，雨水晒干干，小呀小继续爬呀爬水管，好好睡。
Did you hear that?
塞塔的文件，这看起来值得带回去给克雷亚，再找找看有没有其他有价值的文件，一起打包。这些文件应该足够那位大姐研究的了，我们回贵水去找她吧。
Thank you.
你回来了，找到什么好东西了吗？嚯，这些文件相当有研究价值，你的眼光不错嘛。让我看看，哦，这里有部分片段，显示罗塞塔曾经将那里的幸存者掳掠为奴工，以补充他们地下基地中的劳动力，以及基因库。看起来，就算罗塞塔掌握着技术手段，能通过克隆基层的战斗人员以维持战线，但依然受困于人力不足的问题。这群混蛋，我似乎没看到那些幸存者后来的命运。他们被转运走之后就再无记录，但想必只有悲惨和苦痛在等待吧。我无法告诉你答案。总之，罗塞塔也不能称之为人类。他们的士兵乃是复制体，官员则往往集各种罪恶于一身。拿着，这些武器蓝图的分页能帮你进一步强化武装。别手软，为了这个世界，罗塞塔必须被消灭。
至少那个叫洛的家伙提供的情报还是蛮准确的。这里还真有超多羊驼吗？要穿过表象看到本质，在这些羊驼中间肯定藏着某个东西。找找看，那就是羊驼。就是他了，姜炳悟。这玩意儿我老早就觉得不正常。快，收容掉他！快，收容掉他！什么情况？见鬼！我们怎么被越来越多的羊驼包围了？不，陈如信，这些仍是假象，根源还是那个姜炳悟。只有他是真的。终于搞定你了，小屋子，你这个死羊驼控。快把这变态带回去给洛吧，让那家伙想办法以毒攻毒。
所以河畔纪念品店里头铺天盖地的羊驼都是这家伙的杰作了？哦，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江秉吾对羊驼这么有感觉呢。不过现在你得好好消停下来，江秉吾先生，让我们给你找一处充满节制主义风格的新家吧，比如领地里的收容仓。有风险但不大，虽说这异常物委实造成了好几起失踪案件，但那是在他身处荒野里毫无拘束彻底放飞自我的情况下。我相信你领地里的收容设施不是白盖的，亲爱的，你大可不必担心。而且就算他再次失控把你家塞满了羊驼，你一定也有信心摆平他，对吧？来，拿着吧，这是你这次收容工作的报酬，把这些异常物寄存在你那里，我再放心不过了。